香港是中國的內部事務，所以呢這個其實由我們香港有能力去處理，所以不需要外國政府呢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呢去指點香港的事務。香港的事務亦都是中國的 內部事務，美國根本是沒有權，英國亦都沒有權去插手在香港的內部事務的。這裡就是中國，是吧？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堅守我們的信心，去相信我們的香港的政府，也要相信我們的中央政府，必會為我們帶來 安定繁榮的生活。而在香港他們執行一國兩制，我們也都對一國兩制很有信心。